游艇，然后也是她的亲妹妹。对，我们是真实的姐妹。对，然后半真实的姐妹，半吊带袜天使的姐妹这样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有有奖征答，那所以就是请大家好好听一下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名字啊，然后我们的摊位在哪里，有人知道的话，对，可以讲一下。猫林喵云，没错。然后我们的摊位在 M7 然后8 7 8不能连在一起讲，不然很奇怪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带来第二首。等一下取名也会考，知道的人可以查一下。小喘。
简单，就是刚刚那一首的歌名叫什么？数三二一哦，三二一，哦，最快，真的超快了，啊，来吧。谢谢，谢谢你。那下一个问题，自己的名字自己出。我的名字叫什么？然后我出的是什么？三、二、一。哦，有跳起来，因为至于吗？等下难过的不要举哦。对。啊，那你很难过吗？很难过。能力，好，大声说出我的名字。猫灵，谢谢。我扮的是什么？对，谢谢。好啦，剩两份礼物，剩一个大奖，一个交给你了。对，我们扮的是什么作品？哦，这一部动漫的名字。对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我觉得那边蛮快的。好，那你选一个。啊，那是斗笠吗？我有点近视。啊，那不是斗笠哦，帽子。哦，那是帽子，失敬。讲帽子都不会错。好。好，那就给这位少女来。啊，赞，那你会不会想要买？